要不是我知道你俩是情侣啊，我都想报警抓你了。女人的样子真美。你这情话说也太普通了吧？这什么呀？那应该怎么说呀？算了算了，我和你说这个也是鸡同鸭讲，没用。公主，安排好了这房子可是的。哎。Anna Sto, merci, un mec gars. Japanese, Korea, Chinese. 我中国人。太好了，这杯我请了。我们认识吗？本来不认识，我请你喝杯咖啡不就认识了吗？那谢啦。你也在北大读书吗？是。哪个系的？管理。我以为好多朋友在那儿。过来陪我，别在那儿当电灯泡了。啊。好看吗？曲姐，你要喝点什么？一杯美式。Anime Gano, sit to play.生物，跟我太熟了，咱们天生有缘的呀。比如鸡，要不然咱加个微信。学姐，我来买杯咖啡，顺便跟祖满打个招呼。新女朋友？没有，刚认识。紧张干嘛呀？挺漂亮的呀。啊。他这个人很有意思的，也算是个小男神呢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小姐姐是谁啊？学姐慢走。怎么她人一来，你人都不一样了？别人的女朋友。下次聊吧。吃饭了。